不准跳，不准，不可以，打你了。兔宝在试探。不准啊！我要打兔子啦！什么？小兔兔。昨天晚上才收拾的，就是兔兔啦，一天就造成这个样子，看什么看？那上面的胡萝卜干，是兔兔弄下来的，它可以二连跳，从这里跳到这里，然后再跳到那上面，把胡萝卜干弄下来吃，这里再蓄势待发。不准，不准，兔兔不准，不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